欢迎收看本期的桌面分享。从大学开始，我就一直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，在里面搞自己的艺术创作，玩上一整天的游戏。在度过了繁忙的2023年之后，大家对生活有了不一样的感受，我们更懂得了活在当下，好好的爱自己。20年作为龙年，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生肖年，所以我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搭建了这套龙年主题的桌面，希望能够圆自己的梦，也作为礼物送给大家。由于是龙年做大，所以整个环境我选择了大红色的色调，也加入了很多龙年的元素摆件，这样更有新年的喜庆感。现在我每天花费不少时间在这里写脚本、剪视频，当然还有玩游戏，所以相对于其他博主的包裹感，我则更偏向于开放式的大长桌，这样用起来有更多的空间，后续想要增加什么东西也有地方。在自己亲手打造的桌袋里，我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避风港。每一次的游戏都是一场心灵的冒险。打游戏我比较在意操作的舒适度，所以键盘方面我用的是机械师 KD68 键盘，68键紧凑型的设计，以及他家的 L8 Pro 鼠标，支持有线 8K 无线 2K 的刷新率，均有有线和无线两种连接方式，加上不占用空间，打游戏时自己的操作空间也大了不少。现在和朋友们一起开黑打游戏，耳机里传来熟悉的声音，也对我明显友好了很多，和朋友的关系也增进了不少。现在这里不仅承载着我个人的游戏时光，更见证了我和伙伴们无数个共享欢乐、共同成长的瞬间。除了打游戏，这个充满神奇力量的龙年桌袋也是我探索知识、思考创新的秘密基地。每当我在桌前坐下，打开音乐那一刻，整个世界仿佛都安定下来。打开这些强大的 AI 软件，他们就像无所不能的自己，配合这台机械师曙光16 Pro 游戏本、英特尔 i9 的处理器以及 RDX40 系的高性能显卡，性能足够的强大，每输入一条指令， AI 就能迅速帮我完成一项项复杂的任务，那种高效让我感到无比的轻松。看着屏幕上图案一点点形成，数据一点点汇聚，这种成就感和喜悦无法用语言表达。除了游戏和工作，我在闲暇时也会欣赏好的电影，他们是生活的调味品，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感受这个世界。Keep an eye out for him. The chessboard ready. Remember, Red. Hope is a good thing. Maybe the best of things. No good thing ever dies. I will be hoping that this letter finds you. Finds you well. Your friend.这就是我为龙年打造的全新桌大，是不是既实用又有满满的中国风元素呢？希望这条视频能够激发你们自己布置桌大的热情，让我们的生活学习环境也能够像2024年这条威猛而吉祥的巨龙一样，充满着活力与力量。这期视频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，喜欢的可以一键三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一起加油。